小队有发生什么事情？现在进度怎么样？刚才有一栋大楼台风，然后倒下来之后失火了。真的？然后你们去救援以后，现在目前有没有获得改善？有，现在火熄灭了，还有我们的机器还侦测到两个人被埋在底下。所以你们赶快出动，快点去！快点，好。抓住柱子，把甩出去，甩，哎，你不用甩啊！